一名四岁男童星期二朝早被屋苑保安员发现独留在屋企，警员到场后将男童送院检查。那名男童朝早独留在西贡碧翠路独立屋豪宅入边，有保安员巡经发现，决定报警。警员接报到场调查，又联络户主返回住所，其后将他拘捕，并带返警署协助调查。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。